好似流年，浮云恰似浮现在眼前。我站在山顶，俯首望，秋风望，泪眼。望百年好比一瞬间，繁华拥挤，只因用情太深。兰心，你忽略了这件事的严重性，因为它还关系着另外一个人的切身利益。顾翠玲，您说的是真主子？对，他本来指望以秀萍打动太后，赢得机会。现在，他连最后的机会都没有了。顾翠玲，我真的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现在这样。素素若是受罚，你还有个托辞，还不至于会把你怎么样。而真主子，不过就多一次失望而已。可是你竟然替素素求情担责，你把自己逼到了绝境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知道。我心里面也恨素素，可是如果因为这件事情她受罚坐牢，她就毁了。我认识素素的日子也不短了，我相信她不是一个诡计多端灾害别人的人，她一定有她的原因。事情已经出了，再怎样去责怪去惩罚也于事无补，还不如坐下来想想办法。最近是不是有麻烦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素素为什么跟你作对啊？我也不知道，要是知道的话，问题早就解决了。哎，真是，我也想不通，素素跟你那么好，还帮你送信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你说什么？给我送信？就是你写给我那封信啊。我也想写给你的，但是你知道我是一个粗人，我怕写不好你会笑我，所以……哎，等等等等，裴子东，你说什么？我写信给你？就那天你们经过的时候，素素帮你交给我的那封信啊。那是素素写给你的信啊，怎么变成是我的了？不可能，那封信我天天放在胸口，想你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。不对不对，裴子东，你肯定是误会了。你把信拿出来给我看看。啊，哎，快点呢。哦，你看看。
还写着子东呢。可是我蛮喜欢你这样叫我的。这是我写给传明的信呢，怎么会变成写给你的了？传明？谁是传明啊？我们顾秀芳的大少爷，我们很相爱。一定是别人搞鬼。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讲讲。喂，你给我讲讲啊。不知道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可别不够意思啊，你知道的事儿就得告诉我。我告诉你，如果这个事儿我说出来才不够意思呢。好啊，你要听是吧？对啊。那你听着，兰心爱的人不是我，是他家乡辜秀芳的那个辜传明。这个信是写给他的，给调包了。不，那我们看的这信是谁写的？素素写的。你看，我就跟你说吧，这个信啊，就是人家素素给我写的。你非要，我的天！素素写给我的。你说什么？素素写给我的。那素素怎么可能给你写信呢？她肯定是给我写信嘛。我也希望她是写给你的，不是写给我的。这，算了，我不说了，你自己去问她，你去问她呀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到底喜不喜欢他？我当然喜欢他了。喜欢？你怎么能放手？你听我说嘛，我把素素当成妹妹一样，我当然喜欢她了。但是喜欢跟爱是不一样的，你明白吗？我不管什么喜欢什么爱的，那现在怎么办呢？能怎么办啊？一个字儿，说。这我跟他说什么呀？我你平时什么都能说，伶牙俐齿的，怎么看见素素你就开不了口了？去跟他说你爱他想他，说什么都好，不要烦我，走啊。这么晚了，你，兰溪，我好几次想开口对你说，可是我又觉得没脸。素素，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我们不要再提了。不，我要说，不管你对我做错了什么，我都不应该毁坏你的绣皮。我太缺德，太愚蠢了。素素，其实我从来就没对你做过什么，那我们还可不可以像从前那样成为好朋友？兰溪，你刚才说你没有对我做错过什么，你知道我为什么生你的气了？我知道。是不是因为这个？这信怎么又在你那儿？我从裴子东那儿拿过来的。兰溪，我不知道你也喜欢裴哥。不是不是，素素，我怎么可能喜欢裴子东呢？你看看这封信，是我写给传明的，被人篡改了名字，就变成我喜欢裴子东了。我们被人家设计了，兰溪，我对不起你。好了，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我们不再说了。兰溪，我想起来了，那天依依叫我们去孤翠岭那儿。兰溪，素素，啊，有人让你们到孤翠岭那儿去一趟。
哦，谢谢啊。顾翠玲，您叫我们吗？我没有叫你们啊。肯定是绿珠和依依搞的鬼，我去找他们算账。哎，素素，不要在这上面再浪费时间了，不值得。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挑拨我跟你之间的关系，让我们交不出绣品。都是我不好，这下他们目的达到了，我们真的没有机会了。我们不能放弃，就算有一线机会，我们也要交出绣品。简单，就这么简单。绿珠，你想不到吧？他们竟然绣了老掉牙的寿子。寿子好啊，做寿做寿，不就要有个寿字吗？这有什么好的，谁都想得到。我看他们是不是急了。小心着点啊！哎，慢点，慢点。你说这些东西够咱们甘肃百姓吃一年的了吧？哼，岂止一年，至少三年。哎，这人呢，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哎，那个人干什么的？过去看一下。好。喂喂喂喂喂，看什么看呢？看什么看呢？跟你说话呢？啊，在这干嘛呢？我。你干什么呢你？两位大哥，你们好，我想问一下，玉秀芳是在这儿吗？玉秀芳？玉秀芳是你问的吗？玉秀芳在深宫里面。真的在这里面啊？那我怎么样才能进去？进去？你想都不要想，一个平头百姓怎么进去啊？哎哎哎！我跟你说啊，嗯，有两个办法，一呢，你是一二品的大官，二呢，你把自己阉割了当太监。
你不能进就不能进嘛，干嘛说这样的话来嘲讽人？我又不是来被你们愚弄的，我是来找人的。找什么人呢？我要找玉秀坊里面的一个秀女，叫兰心。兰心，你是她什么人？我是她的，我是她的家乡人。你们俩认识她吗？不认识。你找什么人我们不管，赶快走，这是皇宫禁地啊，赶快走，快点啊。哎，他十有八九就是那个孤大少爷吧，怎么找这儿来了？皇后，赐座。谢皇太后。隆裕皇后敬献瑶池先庆图。瑶池仙庆图，喜庆又高雅。皇后，告诉我这是谁替你绣的？回皇太后话，这幅画是玉绣房绣女樊绿珠所绣的。哦，那我倒想看看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巧人。宣绣女樊绿珠觐见。绣女樊绿珠叩见老佛爷。起身吧。谢老佛爷。绿珠啊，这幅瑶池仙庆图我喜欢，你绣得真不错。告诉我，想要什么样的赏赐啊？奴才什么都不想要，奴才只想陪在老佛爷的身边。好聪明伶俐的一张嘴啊。来人呐，赐樊绿珠翡翠手镯一对，金簪一只。这谢老佛爷。谢老佛爷，谢皇后娘娘。瑾妃觐见松鹤图。啊，很好。还有吗？珍妃见万寿图。佛爷，请再看看这寿字，定能看出许多的讲究。这不就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寿字吗？这能有什么讲究啊？老佛爷，可否让秀女沈兰心来说说？那就让她进来吧。宣秀女沈兰心觐见。秀女兰心叩见老佛爷。起身。谢老佛爷。沈兰心，这个寿字不就是一个字吗？告诉我，有什么奇特的？回老佛爷，老佛爷万寿，老佛爷九五之尊，运用九五四尺五之锻炼，经纬横竖九九八十一只蝙蝠随绣而成。哦，哦，哎呀，这
看看，你不仔细说的话，原来这个寿字真是一个个小小的蝙蝠绣成的，你不细看，我还真疏忽了呢。回老佛爷，这个寿字还有一个特别之处。什么特别之处啊？奴才斗胆，请老佛爷灭灯观赏。灭灯。告诉我兰心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回老佛爷，这上面所有的蝙蝠都是用金丝线绣成的，只有在夜晚才会有如此奇特的效果。哦，这是我见到过的最独具匠心的绣品了。珍妃啊，难得你有这样的心思，我准你每日请安。谢老佛爷。兰心，我可是要重重的赏你啊，我赐你为玉秀女。兰心谢老佛爷恩典。平身吧。谢老佛爷。还有金银珠宝，想要什么孩子？回老佛爷，兰心什么都不要，兰心只有一个请求。说吧。兰心斗胆恳求老佛爷将丽公公请出玉秀坊。收起来吧。李公公作为内务府的总管，未免是严厉了一些，但是宫里自有尊卑规矩，大家都别忘了自己的身份。好了，都退下去吧。是。我今天也困了。心竟然有这么大的本事，我的预感都没有错，他果然起死回生了。他狗胆包天，竟然当着老佛爷的面造我的反。哼！是啊，干爹，他都爬到你头上来了，你不是说整死他就像碾死一只蚂蚁吗？你快想该怎么办呢？要不然现在还不行，老佛爷刚封他为玉秀女，动他不得呀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总不能我们宠着他给他好果子吃吧？好果子？对，我们就应该给他好果子，不过包着甜皮儿的毒果子。哼！兰心，这是真主子赏你的，拿住了。顾翠里，兰心什么都不要，我选一个这个吧，我把它给素素，她跟我一样辛苦。你呀，胆子也太大了。那个厉公公是什么人呢？要你死你就死，要你活你就活的主，
你竟敢当着太后的面说厉公公。我是觉得那个厉公公太阴险了。我知道小顺子一定是他害死的。我倒觉得兰心你很了不起的。像厉公公这样的人，别人看见他都怕他，有人敢去捅他的马蜂窝，他才会收敛一点呢。嗯，可是太后。太后又没什么了。哎呀，我觉得这个皇宫太沉闷了，一定要有人搅动一下空气，那才叫好。我担心厉公公那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兰心以后。哎，不怕的，兰心，以后有事情尽管来找我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真的吗，格格？真的，我们已经是朋友了，你不相信吗？来拉钩。好啊。哎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我听人家说这两天会有一批秀女从这儿经过，我就来这等了。那别人跟你说你就信呢？反正我就来这等着，总有一天他们会经过的。你赶快走吧，这是皇宫禁地。我为什么要走？我在这又没碍你的事儿。不是你，行，你待着吧，就在这儿等。哎，乡下人，又来干嘛？你看看你穿得那么单薄，冷死你。哎，别管他了，我说了多少遍他都不听，我先回去了啊。谢谢你啊，我不怕冷的。啊切！我告诉你，秀女们不会从这儿出来的。谢谢你，我还是会在这儿等他们的。兰心不会从这儿出来的，你明不明白啊？你不是不认识兰心吗？你怎么知道她不会从这儿出来？叫你走，你走不走啊？坐这干嘛呢？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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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？好冷啊！哇，我就跟你说嘛，来来，我带你看大夫去。来。哎，郎中啊。他是不是冷坏了？不要紧的，他只是寒气侵心。那要不要抓些药？不用抓药了，你给他搓了半天了，就已经治好一半了。等一下给他熬点姜汤让他喝了，身子一暖和，啥事就没有了。哦。哎，你怎样了？脚麻了。哎，他知道脚麻就没事了。那我先走了啊。好，哎，我送你。哎，好。那谢谢你啊，大哥。不用谢我啊，我告诉你啊，明天开始不要再到神武门了，我不会再背你回来看郎中了。哎呀，我要是不去神武门候着，我怎么能见到兰心呢？大哥，我千里迢迢从江南到京城，风餐露宿，吃尽辛苦，为的就是想见兰心，我总不能没见着她就回去吧。
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顾传明。果然是你。老实说，蓝星是你什么人呢？她是我平生第一次爱上的女人。她爱你吗？爱，很爱。告诉你啊，玉秀芳你根本没办法进去。大哥，你在宫里待了这么久，你一定有办法的。我哪有什么办法呀，皇宫里头规矩多了，最重要的规矩就是深宫里面除了皇帝没有其他男人，更不用说什么男女私会了，给发现就咔嚓。可是可什么呀，不要想，没人会帮你。大哥，我可以给你很多钱。哼，你的钱比我的命重要吗？哼。大哥，我求求你了。嗯嗯，哎，这么晚回来，到哪玩去了？我真给你猜对了。哎呀，我跟那大少爷去玩了，他叫顾传明。啊？他冻僵了，我背他一个晚上，背他去看郎中。哎，你说你傻不傻？你帮谁不好，你帮情敌。哎，我没帮他。哎，我只是看他太不容易了，一个书生千里迢迢从江南到京城，就为了看兰心一眼。哎，有没有让人感动啊？我真的特别感动。哦，对，哎，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啊。嗯，你呢经常撮合他们见面，然后呢让他们感情越来越好越来越好，直到最后啊兰心就把你给忘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别这样说，我是为兰心着想。你说兰心如果知道他来了碰不到面见不到，兰心不是很伤心很难过吗？哎，行了，你别跟我装什么假慈悲假什么玩意儿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是绝对不会给你出主意的啊。哎，串儿，串儿，这个主意呢我已经想好了啊，不过你得帮我个小忙。说吧。把你的衣服帽子借给我，我拿去给顾传明让他穿，装扮成你的模样，再从那条神秘的小路进去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把我的衣服借给他？那我穿什么呀？哎，你不帮忙太不仗义啊。那你也太仗义了吧。不借。哎哎，我想都想好了，你帮不帮借不借？你想是你的事儿啊，我不借。哎，你借不借啊？借不借啊？哎呀，借借借借借借。兰心，兰心，你看谁来了？见你，我每天每夜都在想。我也想你，我在宫里一点都不好，我特别想家，想你们。我娘好吗？我跟他们都好吗？好。你好吗？也好。太太好不好？啊不，我娘她不好，你走的那天她都哭晕了。太太对我真好，就像对亲生女儿一样。兰心，你让我好好看看你，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变心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怎么会变心呢？妈，这封信已经过去了。传明，这是别人陷害我，
这是我写给你的信，他们故意改成了裴子东的名字。你相信我，我没有变心，从来都没有。厉公公来了，走啊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啊！走啊，快走啊！走啊，走！裴子东，啊，厉公公，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？禀告公公，刚才我打了一只鸟，掉到草丛里面。我是来找的。你在哪儿打？这儿哪儿来的鸟啊？你骗谁呢？那是我眼花了，我再去找。站住！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你也敢来？我真的不知道，我只是找鸟。这是玉秀坊，你私闯禁地，该当何罪？啊，请厉公公恕罪，你饶了我吧，我下次不敢了。下一次不敢了，那这一次怎么办呢？啊，来呀、啊，把他拉出去，重责二十。厉公公，厉公公，我不敢了。呀、啊！兰心，裴子东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等你。你等我？嗯，有事啊？裴子东，上次害得你被厉公公打，对不起哦。没关系。我这儿有点东西，一双鞋子，还有一幅绢帕，我想麻烦你。哦，那么多东西送我啊？哎，太客气了。其实我为你做事。是心甘情愿的，我随便挑几样了。对不起，这个是想拜托你帮我转交给传明的，不过你的那一份下次我带给你啊。全部给他。是啊。好朋友应该有个安慰奖啊。我不是说了吗？下次再给你。这次东西太少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好吧，我帮你拿给他。我先走了。谢谢啊。别忘了下次啊。那，蓝心给你的。他带了这么多东西给我啊！不知道你哪儿来的福气，兰心对你那么好，他还给我写信了呢。大哥，兰心想出宫来见我。哼，大哥，你还是得帮我想想办法。大哥，我叫你大哥好不好？哪有办法？一点办法没有。大哥啊。我知道你是好人，你呢？好人就要做到底。来，那个信给我看一下吧。喏，
川儿，川，来，走，你要再帮我一次，你说吧，衣服拿来，又借衣服啊？哎，快呀！你又借给那个顾传明啊？不是，这次是兰心。裴子东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哎，不要说了，你借不借？我不借。要我硬来是吧？哎哎哎，快呀，跟我去换衣服。来，我告诉你啊，你遭殃了你。少废话，走。你这是冷宫，归我们管的，我已经疏通好了，没问题。跟我走。谢谢。哥，你到门外去好不好？不行，我要看着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万一有什么差错，我担当不起啊。哎呀，你放心，兰心她不会跑的。你让我们单独说会儿话好不好？你说呀，没有这个不给你们说呀。哎呀，你这么看着我们，我们怎么说嘛？哎，行了行了，我闭着眼睛行了吧？嗯，好了好了，你在宫里要多保重。我知道。多给我写信。我会的。兰心，我……哎呀，天亮了，走啊，快走啊！我走了。传明，可是兰心，哎，别可是啊，给发现你就看着。我，你自己保重啊，传明。兰心。我就不信，他能逃得出我的手心。你是谁啊？臣妾绿珠，叩见皇上。你回去吧。却依然浮
袖袖前程，往事难回首，是秋望春，秋水人影，秋